许久未见了，法明，把东西交出来吧。放下你的执念吧，我是不会交给你的。执念？你说的是所有艺人的希望，但不是你。今天我倒是让你看看，到底是不是。 是时候送你归西了，师父。 师父，让你由灭，无需悲切。师父，这是什么？ 慈悲之心，念念之子，万物皆善。
死了，以后全都靠你自己了。是金山寺的方向。咱不会是来晚了吧？完了，这趟算是白跑了。看来银子是拿不到喽。一具尸体都没有，再好好找找。那边。这周围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不会是都死绝了吧？少废话，带回你的路。哎，不会是死了吧？这么想，连女人都没碰过就挂了，白来世间走一遭啊！别胡说，还活着。这是什么？舍利子。这个房间所有的人都被刚才的冲击碾成了齑粉。是什么东西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？不知道。那他呢？他怎么回事？把他带回去吧，交个差，回去就都明白了。这么远带着他干嘛？把这个带回去交差足矣啊。让你带你就带。钱的东西统统给我交出来，饶你们一条生路，否则的话留下你们的尸体是千里的黄沙。这是肥，来年也好长出点什么。
不出范仲县，他就得躺着。你确定你身上银子还够吗？我们救了你，是你们害了我的师父。我认识你师父是谁？都闭嘴！小和尚，你师父不是我们杀的，我们赶到的时候就剩你一个人活着了。你师父是怎么死的？是啊，到底什么人干的？说话呀，这时候哑巴了。嗯，算了，问他也没用，带他去见馆主吧。哎，嗓子哑了还不消停？放开我！我可告诉你啊，就是因为你把骆驼给吓跑了。你知道这破地儿买只骆驼多费劲吗？还好几两银子呢。放开我！还呢？信不信老子进了城就把你给卖了？哎，话说回来，二哥，你刚才怎么不追呀？懒啊！那你现在走路不累啊？一群家伙连匹马都没有，就学别人出来劫道。领头的连悬赏榜都没登上去，知道沧桑，大家活得都苦。
人多，你可跟紧点，丢了我可不管你。你们到底要带我去哪儿？红绡馆。红绡馆？那是什么地方？那可是个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是真的吗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嫌我废话多就别带我来呀。哎呦，个头不大，脾气不小啊你。你们俩这一路倒是混得挺熟啊。一天跑八遍都是我瞪回来的，能不熟吗？就站着个头大欺负人，抓个小孩算什么本事？你当我想抓你啊？哼。先慢着。叶公子，叶公子回来了。这里好多女人啊。漂亮吧？哼。别教坏小孩子。馆主已经恭候多时了。小孩子，我们到的时候，寺中一片杂乱，方圆五里内一个活物都没有，除了这个小和尚和这颗舍利子，我们什么都没有找到。还是迟了吗？你不用害怕，我跟你师父法名方丈是老朋友了。前日得到消息，说有人要到寺里行恶，我便派他们三人前去护寺，没想到还是迟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江流儿。他们为什么要来杀我？是连煞的人，他们想要拿到盘古之心。相传世间的混沌由盘古打破，最后他将灵犀外放，形成为气，而双目则化作太阳与月亮，照耀着四方世界。高山、大川、森林、河湖，飞禽走兽，万物永世养成着盘古之灵的恩泽，经历这沧海桑田，时间变迁，终于形成这世间最为珍贵的一颗灵丹——盘古之心。这么重要的东西去之前怎么跟我们说啊？这么危险，可是要加些银子的。那是自然。馆主果然仗义。那盘古之心要是落到坏人手里，岂不会祸害苍生？你能心系苍生，想必你师父也定能安心往生了。你们舟车劳顿也是辛苦，早些休息吧，其他事我们明日再议。哎，有了钱咱们去哪儿耍呀？你先把你赌输的十两银子还我。你俩真是，小和尚，你跟我走吧，免得被他们俩教坏。没想到法明竟然会把他送回一个孩子体内。
不过至少这一次能够确定他是真的。主上，派我把那个孩子给您带回来吧。不用了，盘古之心力量强大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控制住他，咱们还是静观其变的好。可是主上，据传只有宿命之人才能拥有盘古之心，如果那个小和尚……哼，宿命之人只会是主上。奎木狼有他的消息了吗？已经找到了他的藏身之处。好，白骨姬，去把他带回来。是主上。今晚你睡这儿，别乱跑。多谢姐姐。你叫我什么？姐姐啊。不许叫我姐姐。为什么？哪那么多为什么？赶紧睡觉。哎，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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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公子，等了三个月，你终于来看奴家了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俩怎么回事？有劳静川姑娘挂念。我在房里备好了上等的醉人针，可否有幸请公子？哎，静川姑娘，哎，我爱喝茶，正好我口渴，我陪你去啊。哎，那就有劳静川姑娘了。这边请。哎，你过来吧。姐妹们，伺候好沙公子。静川姑娘，你等会儿都。不是，哎，静川姑娘，我这，哎，静川姑娘。那今天就给公子唱一首《紫衿》。非常仰慕烈公子的人品，不求与公子形影相随，只求与公子。哎呀，公子，你真讨厌！别我都跟神仙一样，背地里就这么畜生。你怎么这样啊？哎呦，怎么这样？哎呀，公子，不要！金丹姑娘，我来救你！公子，讨厌！烈，你这个衣冠禽兽，放了清晨！这样吟诗作赋不好吗？如果姑娘不懂风情，只想谈风月的话，那我下次……哎，这样就很好了。只求公子
不要再说不来的话。沙大爷，怎么是你啊？你，哎呀，叶流沙，你这个王八蛋，竟然敢换老娘的买卖！胡爷，怎么是你啊？这不是清晨的房间吗？我二哥呢？你找我？沙公子，清晨哪里得罪您了，让您这么大火气？破坏红销馆的门，至少50两。你这次白忙活了。这回有好戏看。看什么看？忙你们的。公子，慢点。就是盘古之心，姐姐，我会不会死啊？根据描述，难道是一瞬？那是啥？疯传一人能够同时领悟魂、气、尘三者，便可开启一瞬，穿梭世间。更有甚者，可以干预时空。世间能够做到的，应该不超过三人。这就是盘古之心的秘密，它能让常人获得超越异人的力量，但若不能控制，你的意思，他随时会死。盘古之心能量巨大，恐怕爆发之时，周遭之人亦会受到牵连。难怪我们当初发现他的时候，周围的人都化成了灰烬。但若能将他体内的盘古之心取出，江流儿仍有一线生机。哎，观主，我们不是那种赚钱不要命的人。我说过，盘古之心可不是一般的宝物。嗯。
只要你们能把盘古之心取出交给我，这些全都归你们。真的？想必你们做一辈子的赏金义士也赚不到这么多吧。恐怕没这么容易吧。没错，这次任务危机重重，所以各位一定要考虑清楚。哎，馆主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这次任务看来我是没法推辞了。这单我们接了。切记，如果江流儿因不能控制体内的力量而死，盘古之心也会散去，你们的任务也就失败了。哎，馆主，你放心，我带江流儿就像带自己亲弟弟，无论如何我是不会让他死。在莲刹内曾有一人专门负责此下研究，名为奎木老，后来他迷途归返，试图脱离，但被莲刹通缉，是我帮他解围，算是有恩于他。你们可以去先找找他，看看有何方式可以化解。他现在隐居在两界山。快！你先回家等我，如果天黑之前见不到，我就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木兰，走啊！快去！好体贴的夫君啊！我已经脱离了莲刹，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主上对你甚是牵挂，特意让我过来接你回去。我这辈子不会再为莲刹效力了。拒绝主上，后果你是知道的。你实在是太小瞧我了。念经了，姐姐，说了别叫我姐姐。那我叫你什么呀？天珠燕。哦，难怪他们叫你三火呢，原来是这样。那我就叫你三火姐姐吧。随便您。他们两个叫什么？穿黑衣服的叫烈，一脸大胡子的叫眼流沙，叫他老沙就行。小和尚，按馆主所说，你现在也算是个艺人，你有什么本事啊？给我看看。我现在都不知道艺人是什么呢。像馆主说的，天地人本为一体，形虽已散，但仍有共鸣，其中空气中称为气，大地中的称为尘，而我们艺人则可以随意控制自己体内的魂。举个例子，哇，好厉害！那气呢？气能变出武器吗？哇，好多萤火虫，好漂亮。当魂与尘共鸣，就可以利用大地幻化出实体，也就是我们一人的武器。当魂和气结合，就可以控制元素。不过我不太擅长这个，也就能点个火。据说有的艺人通过修炼，甚至可以改变气象。那你们不都是神仙了吗？先教你这么多。哎呀，到你了。看你先前的表现，你好像更擅长与气的共鸣。先从魂开始吧，静下心，
既然你已经是异人，这种感觉就像走路一样，你想找一定可以感受到的。这能行吗？我看到一种东西在你体内流转，应该就是你们所说的魂。你能看到魂？他们两个回来了。哎，金庄，看看，晚上给你烤鸡吃。哎，逗你呢，你这个给你采蘑菇了，多吃点啊，控制点，别自爆了。哎，你看这荒郊野岭的，还真是个躲仇家的好地方，一般人找不到。应该就是这里。哎，这屋怎么没人啊？什么书啊？是一些药理和炼制方面的书。奎木狼应该就住在这里。三货姐姐。这个是小孩的衣服吗？哎，那个是女人的衣服。哎，闭嘴，先照度啊。今天落到你手里，若你死前再见我夫君，我白花羞死了你了。桑伯，放开他吧，他不是你。刚不知几位是馆主人，多有得罪。怎么称呼？白花羞。你是姬小福的人吗？之前跟你们打过一些交道，认得这是你的族规。姬巧族，你们不是和异人势不两立吗？怎么你和奎木狼？如你所说，我家族一直在狩猎异人。7年前，木狼第一次潜入了我家族的领地，我发现他是连煞的人，便一路不断地跟踪他。他行踪诡异，昼伏夜出，好似在寻找着什么。而我接到家族的命令，对他出手，
但是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他没有伤害我，只是对我说，他在寻找一味只有在夜里才会开花的草药。之后连煞的杀手出现，我才知道他早就已经逃离了连煞。当时的我为了保护家族的领地与名誉，选择了与奎木狼合作并肩作战。战斗结束，我受了重伤，是他一直在照顾我，并告诉我找到那朵花也是为了制药。当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将花摘下，看着他爱护他们的表情，我知道我已经爱上了他。我向家族报告了此事，换来的自然是一顿训斥，我便逃了出来，与他相伴，浪迹天涯。可不成想，白骨精还是找到了这。昨日他将我夫君抓走，生死未卜，定情信既有才，如今生死。只是想象一年一年的人生，为什么他们总想拆下我？放心吧，我们会找到奎木狼的。找？我们怎么找？去哪儿找？说我怎么可能做得到？奎木狼，你我也算旧相识，只要你说出来，我绝不为难。妄想降于一旦绝无可能，就算你杀了我也没用。哼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也只有请你夫人百花羞来了。他什么也不知道，他是无辜的。不问问又怎么知道呢？毫不留情了，那你就不要怪我不念旧情。我说，你们怎么那么相信小和尚？我就没听说过，能看到别人的魂儿的。什么能力啊？你少说点废话，你听见了吗？就在这儿，
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不然下一次我可不敢确定我的骨头会从哪儿长出来。住手！住手！父亲，老沙，周行眼气砖，虎狼，好。兄弟，都伤成这样还没死啊？去看吧，浑身上下都是伤，估计活不长。我们奉红霄馆馆主之托，有事相求。你就是负担之人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什么办法可以将此丹取出？这么多年，诸多努力都是镜中花，水中月，仿佛答案就在眼前，可是却看不清。五郎，我帮不了你。
和我一起到白头，你不能抛下我。小妹子，我们做一对普通人。不要，拜托。就我们再早来一步，奎木狼就不会砍死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恐怕连木狼最后一面都见不到。你今后打算怎么办？杀父之仇不能不报，就算走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找到白骨姬。各位告辞。凭他的本事，行吗？那你陪他去。那可不行，我得保护我这一车金砖呢。我们接下来去哪儿啊？回红霄馆找馆主，从长计议。啊，主上，刚刚得到白骨姬的消息，奎木狼死了。死了也罢，毕竟他知道了太多的秘密。白骨姬在信中提到，四个异人打乱了他的一切计划，说是受馆主之托去找奎木狼。馆主，他还特别提到，四个人中有一个小和尚，似乎能感受到身边的异人。他果然也在寻找盘古之心。主上，我们二人把他给您带回来吧。不用急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没有找到取出盘古之心的办法，返程路上大水漫了官道，我们渡船过河却被卷入了激流。来到了女儿国，沙哥哥竟成了这里的国王，这可把他们唬坏了。但这个女王并不简单，可我们怎么说沙哥哥都不听。倒霉，迟早了。哎呦，你去！后来我们发现，这一切都是连煞十几年前布下的阴谋。虽然危机重重，好在我们获得了新的线索。一切都指向深山里的一座山庄，奇怪的关系。一个常人养了一群异人的孩子，丢失的孩子，奎木狼隐藏的秘术，这里与连煞有什么关系？阴谋如何不解除？我们能否找到取出盘古之心的办法？还有更大的秘密等着我们去揭开。